方凶猛煞气，竟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。健康的问题会最严重。你的身体状况还 OK 吗？我现在的脸比较不好，搬进来之后才甲亢的，以前都没有。工作的时候那个手因为会抖嘛，甲亢会抖，然后就被那个机台卷进去。你说他的手？对对对。